我叫十八号，是一只地鼠，正藏在漏斗里。自从开始测试 bug 后，就有好多小伙伴私信我说农场的漏斗可以上去。今天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很轻松就上来了。在这里跟大家讲一手路线，想要爬上漏斗，首先需要上到旁边厂房的屋顶上，想要上到屋顶，就肯定需要跳到最外面的围栏上，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台阶开始，侧身按跳跃就可以上来，然后朝着蓝色的集装箱按空中攀爬，上来之后就很轻松了，一路空中攀爬加大跳就可以达到漏斗。按理说视频到了这里就该结束了，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 bug 测试员，我很好奇躲在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，所以调出武器后我就直接蹲在了里面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无聊啊，人呢看上去完全没帮助啊。哎，等等，有脚步声，嘿嘿，抓到了一个想舔包的家伙。这个时候普通的小伙伴肯定就溜出去了，不过我不一样，我要接着挂机啊，死掉了。我叫十八号，是一个 bug 测试员。由于后来开始缩圈，我只能从漏斗里溜出来，结果装备太烂，白给了。不过好在今天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，漏斗和周三侠的树一样，并不能帮你吃鸡，所以我感觉没啥用。